它们像夏日中的花朵，美丽大方，温柔深情。它们是闪亮的明星，在银幕和舞台上熠熠生辉。然而，当红色风暴袭来，盛开的花朵窒息了。写在历史的天空上的是昨日的芬芳。在群星闪耀的中国文艺名人录里，上官云珠和严凤英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一位是民国影坛的电影巨星，另一位是开宗立派的黄梅戏名角儿。他们都有着出类拔萃的容貌和演技，而命运的巨浪将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推向了同一个深渊。1920年3月2日，在江苏省长泾镇降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婴，孩子的父亲为她取名为韦君洛，洛字取超群之意。渐渐长大的韦君洛出落得天生丽质，聪明伶俐，曾就读于著名的苏州乐毅女中。1936年，韦君洛嫁给了美术教师张太炎。1937年，为躲避战乱，韦君洛跟随丈夫踏进了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上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兴盛之地，汇聚了众多的演艺精英。这个东方的大都市便是韦君洛日后展现风华的大舞台。1940年，他考入华光戏剧学校学习话剧，在独幕剧《米》中首次登台亮相。后来他进入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在为古装片《王老虎抢亲》试戏时，导演卜万苍专门为他取了艺名上官云珠，这个名字成为他开始演艺生涯的标志。投身演艺事业的早期，上官云珠几乎走遍了上海滩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跑过龙套，演过配角，有时候即使没有报酬也要参加演出。1941年，上官云珠加入天风剧社，进入艺华，拍摄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在上官云珠登上银幕生涯的同时，她的家庭生活出现危机，由于丈夫一直反对她演戏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最终导致上官云珠第一次婚姻的失败。1943年5月，上官云珠再次结婚，第二年有了自己的女儿瑶瑶。而此时，上官云珠等演艺界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到抗日宣传之中。尽管在婚姻上并不如意，事业上却开始风生水起。在电影《天堂春梦》里，上官云珠和著名演员蓝马搭档。电影公映后，上官云珠的表演获得如潮好评。1947年，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立即引起轰动。此片云集了当红明星白杨、陶金、舒秀文、上官云珠、吴音等人，首轮观众就达71万人。上官云珠在片中扮演接收夫人，她的戏份虽然不多，演的却相当出彩，与电影里另两位女明星白杨和舒秀文平分秋色。从1947年到1949年的3年里，上官云珠演出了《太太万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丽人行》等9部电影，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多样的妇女角色。凭借扎实的演技和鲜活的人物形象，上官云珠确立了自己的影坛地位，她的名字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在电影《太太万岁》中，上官云珠有这样一句台词：有时候看见苦戏就会想起我自己的身世的。哦，
唐先生，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也许上官云珠并没有意识到，这句戏中之言真的成为了他日后的人生写照。1949年中共建政后，上官云珠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所谓新中国的红旗下，在中共以党性取代人性的氛围中，上官云珠诚惶诚恐地开始了自我改造，想方设法去除被鄙视的所谓资产阶级情调，希望成为能够被党接纳的文艺工作者。他积极参加筹款义演、劳军义演等，在中共发起的文艺大整风运动中，上官云珠也不甘落后。在人人过关的会议上，他曾声泪俱下地主动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能够演戏，他不惜迎合当时的审美需要，努力改变自己，去贴近所谓的工农兵形象。1955年，上影厂准备开拍故事片《南岛风云》，导演白晨决定启用不被看好的上官云珠来扮演女主角护士长福若华。当时上官云珠已经坐了3年的冷板凳，无戏可演。为了摆脱困境，重新登上大屏幕，上官云珠去海南岛和女兵们一起相处，练习打枪投弹，实现了银幕上的形象蜕变。1956年1月10日，上官云珠接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是当时上海市长陈毅亲笔所写，上面只有11个字：上官云珠同志，请您来一趟。上官云珠没有想到的是，来一趟的目的是陪毛泽东跳舞，而这次之后，毛泽东又与上官云珠秘密会面了6次。在反右运动中，上官云珠本来已经被上影厂列入右派名单，最后从名单中撤下，得到了某种保护，甚至还当上了上海市的政协委员。然而，命运的转折似乎总是令人猝不及防。1966年，上官云珠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立即做了切除手术。2个月后，他又得了脑癌，不省人事，接受了一次脑部大手术。而在病房之外，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很快，上官云珠之前参演的电影《舞台姐妹》和《早春二月》被批判为文艺界的大毒草。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里，上官云珠被扣上了许多罪名，主演多部坏电影，生活作风糜烂，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等等等等。于是他在劫难逃。据大众电影杂志记载，上官云珠时常被造反派们用包缠着布的粗大铁条往死里抽打，还有无休止的游街批斗和人身侮辱。1966年9月，在上映场的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把上官云珠反剪胳膊做喷气式状，当众对他进行辱骂和暴打。1968年，毛泽东发出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全国上下进入了更为疯狂恐怖的时期。上官云珠没有料到，之前他和毛泽东的秘密会面成了他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儿。1968年11月22日，上影厂来了2位不速之客，以外调之名提审上官云珠。他们先是对他拳打脚踢，又用皮鞋底狠抽他的脸颊。2个多小时后，他们把奄奄一息的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勒令他明天必须写清楚那段历史，否则后果自负。对于那天的情形，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描述说，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当天夜里，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上官云珠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电影《舞台姐妹》是上官云珠演出的最后一部影片，她在剧中扮演越剧皇后商水花。年轻时大红大紫，韶华逝去后选择了自杀。这个角色正预示了上官云珠自己的命运，而把她逼上绝路的却是中共一手建立的所谓新社会。一曲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在上个世纪传遍大江南北，也让严凤英这个名字飞升海内外。严凤英一生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天仙配》中的七仙女，《女驸马》中的冯素珍，《牛郎织女》中的织女等等。这位出身农村的女子，凭借天赋和勤奋，把一个地方小剧种在全中国唱响，她本人也获得了黄梅戏皇后的美称。1930年4月13日，严凤英出生在安徽农村，机缘巧合，很小就能和黄梅戏班子住在一起，耳濡目染下，严凤英爱上了黄梅调。13岁那年，严凤英拜黄梅调艺人严云高为师，逐渐学会了小放牛、闹花灯、打猪草、送香茶、花亭会等剧目。14岁时，由于偷偷登台演出被族人不满，无奈之下走上了流浪卖艺的道路。15岁那年，严凤英到安庆演出，一炮打响，之后正式以严凤英这个艺名挂牌，独挑大梁。在戏曲界成为角儿已经不易，能够开宗立派可得有独特的天赋和超长的努力。严凤英在钻研黄梅戏的同时，广泛学习评剧、京剧、评弹、越剧、洋剧等其他地方戏，其中特别偏爱京剧和评剧，从中吸取营养来丰富黄梅戏的唱腔。年纪轻轻就形成了独特的圆润明快的唱腔，被外界尊为严派黄梅戏。而此时刚刚20出头的严凤英，也像所有中国人一样，被卷入了无孔不入的政治风云之中。1949年后，中共把专制操控延伸到了戏曲界，和许多艺人一样，严凤英听信了中共的那套马列主义宣传，要把所谓党给了他的表演机会为工农兵服务，希望自己能做一名所谓的文艺新人。1953年4月，听说要成立黄梅戏剧团，严凤英放弃了原来所在剧院的高薪收入，第一个报名参加。1954年，严凤英参与排演改编的《天仙配》，并扮演了其中的七仙女。《天仙配》本来是传统剧目，而中共为了宣传新婚姻法，篡改了原有的主要情节，把七仙女奉旨下凡改为了私自下凡，把董永的秀才身份改成农民，还删去了董永拜傅员外为义父、得官后娶员外之女为妻等内容。于是观众们看到的是七仙女向往人间的生活，和董永上演了一场自由恋爱。人们听到的是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这样的唱词，
一个古老的、有据可考的故事被硬生生地改编成了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政治戏。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先后有1亿多人观看，创下当时戏曲片的上座纪录。中共通过这部电影，用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共产意识形态和党文化包装在了优美的曲调中，对民众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政治洗脑。严凤英在当时还参演了很多政治剧目，比如《红色宣传员》《党的女儿》和《江姐》等，获得了多项政治荣誉，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人民艺术家。而此时，灾难正悄悄降临到春风得意的严凤英头上。奏明圣上。随着中共不断发起各种政治运动，严凤英身边的许多亲友在斗争中落马，看到亲人横遭厄运，严凤英感到困惑甚至反感，而她能做的只有要求自己演好戏，不整人，不害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严凤英被扣上了种种罪名，先是三明三高黑线人物，后来又加上了反动权威、放毒能手，他还成了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最后被指攻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定为了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多次被批斗，受尽屈辱。作家白荣先生回忆1967年在黄梅戏剧院大院内批斗严凤英的恐怖一夜，他写道：那天晚上，造反派耀武扬威的搭台，把黄梅戏剧团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全部集中起来，跪在院子里，点起气灯，大喊口号。严凤英当时被揪着头发，头被压得很低，他们喊着口号质问他，他硬是一声不吭。严凤英多年的合作伙伴演员王少舫贴出了一张批判严凤英的大字报，之后严凤英痛心地说，最好的朋友怎么也讲这样的胡话。1968年4月6日，艺校的造反派单独提审严凤英，责令他交代所谓疯狂围攻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反革命罪行，并威胁道，星期一上班，你就要把认罪书和检举交代材料交给我们，不许丝毫隐瞒，否则就砸烂你的狗头。当天夜里，严凤英服下了大量安眠药，还留了绝命书。严凤英的丈夫王冠雅说，他被妻子哭醒后，立即让14岁的大儿子去找医生来抢救。王冠雅再三请求让医院来救护车，救护车没来，却来了一群革命造反派。造反派把王冠雅等关在门外，而在房间内，他们没有抢救严凤英，而是举行床前批斗会，甚至讽刺严凤英在演戏。一开始，严凤英还能哭着申辩，随后变得呼吸急促，口吐白沫。造反派批斗了半个小时后，扬长而去。王冠雅借来一辆板车，把严凤英拉到医院。医院说必须有介绍信才能看病，王冠雅只能返回剧团开介绍信。此时躺在医院走廊水泥地上的严凤英，瞳孔已经扩散。1968年4月8日清晨5点，严凤英离开了人世。严凤英死后不到一小时，黄梅戏剧团的领导来了。剧团军代表刘万全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她的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在刘万全的威逼下，严凤英的遗体被当场剖开，翻找所谓的发报机等特务工具，最后只查到了100多粒安眠药片。1968年这一年，37岁的严凤英和48岁的上官云珠先后自杀身亡。
他们只是中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数百万惨死亡魂中的两个。在十年浩劫中，中国的大量文化精英和文艺名人，不管你是趋炎附势还是洁身自好，在中共的暴力专政下，消亡的不仅是一个个个体的生命，更造成整个民族的人性扭曲和道德沉沦。